因为他如果要打客服，可能要9点才有人呢、欸。对啊。那、啊、你朋友电话几号？我也打打看呢。你、欸、再说一次好不好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哎、欸、呀，转交云信箱也是无电吗？联络上客服啊、喔。所以这个有解吗？应该是有解，因为他们没那么笨、啊。太新了，不是啊？因为紧急状况怎么办？对啊，對就是要应付紧急状况啊。对啊。哎、欸、呀，你不要开呢。打电话找代驾吧，你找一下代驾好不好？代驾。哎呀，我们，哎呀，因为有报案，我们还是来那个简单的，哎呀。